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YT 台风少年团。成团日期是10月7日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双十二。小马哥。小马哥。一胖就胖扁的成员是。廖婉儿。廖婉儿。你会来在节假日吃的是吗？烧烤。烧烤。烧烤。邀请人最常做的一个自拍的工作是。剪刀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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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最早穿上了秋裤？廖婉儿。廖婉儿。这个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还没有说到自己。丁神现在的单品是 AJ AJ， 感觉不用了。马大是最想养动物是柴犬。近期五个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真好真好真好。宋海生最近最爱唱的一首歌是 Wake Up。一句话。刘耀文最近的口头禅是真好。对面的撒娇王是谁？小马哥。雪儿哥。等一下。Listen again。小马哥。雪儿哥。小马哥。小马哥。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穿墙。有有，我们可以一起分担。可以找四个都一起。我们先不先看一下行吗？把这个像我一样的歌词，不要用原调把它唱出来。如果唱到原调了会怎么？继续啊！继续。可以朗诵吗？唱出来。我相信你，就我相信你可以。统一对。我们要剪，你要唱出五个人的气势，一个人要唱出。不做像谁一样的小孩，我只要像我一样存在，就算在别人看来平淡，却唯独在你心里璀璨。不做像谁一样的小孩，我只要像我一样